干杯。关于我做的减糖无奶油版提拉米苏遭到了全公司人疯抢这件事，大家都认真的吃了起来。你看他都吃光光了。我觉得提拉米苏是我做过的甜品里面数一数二简单的了。最好选用无菌蛋隔热水打发到蛋黄变浅。做提拉米苏必不可少的马斯卡彭奶酪，从冰箱里刚拿出来，可能要在室温里稍微放个十来分钟等它软化。分两次将蛋黄液倒进奶酪里拌。如果你喜欢吃口感厚重一点的呢，你就用奶油；如果你喜欢吃口感轻盈一点的呢，就用蛋清。然后我们把刚才这个奶酪糊分几次，把它放到这个蛋清里面拌匀，快一勺这个奶酪在杯壁上这样抹一圈，手指饼干在咖啡里面蘸一下放进来，再叠加一层奶酪糊，继续放蘸了咖啡的手指饼干，最后用奶酪糊封顶就行了。最后呢，咱们晒上一层可可粉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一口气做了六份，够他们分的。干杯。让我自己先浅尝一口，还是觉得蛮好吃的。大家都认真的吃了起来。咖啡手指饼干是亮点，它会带点苦涩的感觉。对，最佳配料就是组合。小伙伴们太给面了，分分钟给我光盘了。